总裁。本总裁，你来啊！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新家好媳妇。那个拍，这好漂亮哦！真的吗？安安大明星，对对对，玩节目安安大明星，所以爱可以来的都是大明星就对了。嗯，对啊，不过另外那个大明星，哦，他太大了。真的。他说，我们现在在线上有4000多人嘛，他说没有6000人他不来。真的哦。嘿。买啦，唔好安尼，你赶紧找个。拍摄啦，我找个我较假时了无好啦。没啦，我见哪里买无银行个假时最近哪笑的嘞？嘿，蛮不厉害笑掉了啊！大家好，我是花。晚工，你那个还好吗？啊，这里电视就是荧幕上面会这个 size， 你有满意吗？这 size 啊，对啊，可以帮我弄瘦一点吗？你本身就很漂亮的啦，胖瘦也不是重点。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也不需要太方婉菲来，因为今天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方婉菲？昨天大家不是去给穿越时空、啊？我当当是底下靠干啦，哦，你玩嘞？哦，功德真，这亲家哈，但你要好好骂一下我女儿。哦，对啊，多厉害啊！她穿着露肩露胸去参加她妈妈的告别式。我觉得她也是一种造型啦，她心情上其实是维持在一种时尚的悲伤。哎，快也不能这么说，最厉害的是我自己都去参加我的告别式哦。我觉得你真的也很有事，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大家也是很喜欢。然后你女儿现在 有一种希望我们有拜托她进来的意思。真的吗？那我们要怎么拜托她？你决定，我们我决定，你照做吗？不然这样啦，我没在 NJ， 不要紧啦，我觉得你也很好演，我还好，我算说中肯，不要紧啦，不要客气。OK， 来来来，拜托拜托拜托啦，你给你拜托，你拜麦克哎，好耶！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哦。你需要掌声鼓励吗？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来，大家不好意思，先借我拍手一下，欢迎金家好母女。我是金家好媳妇，没有啊，大家好，现在还是啊。哦，真的，你最近有一种转型好媳妇的概念呢。对，好像很久没有回去煮饭给我婆婆吃了。你干嘛想煮饭？我也要啊。阿林母啊，拢有甲你教的。好，我都去外面买的。哎，我跟你讲，我出高住哎。我讲你讲，我在那边老干开餐厅干么子？哎，妈你讲啊！你什么讲嘛？你讲啊！今天上面我在讲，今天上面我在讲。其实我跟你讲，我餐厅好就好吃，我餐厅就好吃。来，今天来就是你新家好媳妇，你两个做个大家好啊！你在线上看干呢，欢喜个不嘿？没安呐，我嘛不要讲呢 ，Vito 在工底下那强棍啊呢，真的，真的啊，但是我无闲在那个家里每天坐着等，还好有 Vito， 不然他们受不了。我跟你说，他们8点没有看到戏，就觉得这一天都白活的。真的，我必须要说，这是连我朋友都这么讲。真的，你朋友也这样，你朋友打电话跟你问就好啦，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他真的是就这样跟我说，我去跟他我店里拿衣服，然后他跟我讲说，还好现在有 Vito， 我说我每天看，我说你怎么每天看？因为现在有 Vito， 他每天在店里拿着手机，就放在那边可以看啊。对，真的啊，就大家也不用看电视。然后真的是没有追那个金家好媳妇跟着同步走啊！而且我跟你讲，你们之前很坏，你们之前让大家超好，你们很坏，你们用让大家抽，然后刚好我们公司有一个经纪人，他就抽到一个月免费的序号，我就用了，然后后来我受不了，我就买了。真的也很好，真的也很好。那今天就这样好了，为了就是表现我们的诚意，我等一下去帮你们争取就是免费。真的吗？哦耶！永久吗？3天。你总裁的，你不能5、6日吧？因为像6日，我们又看不到金家好媳妇。我跟你讲，没有，那当然在商量这件事。但你们两个最近就在金家好媳妇真的太成功了。昨天晚上的剧情进入了一个就是高潮吗？每天都是，不好意思，但是有一种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那个你们的一些故事了。连我妈妈都在问我妈说，本总裁到底死了没？对啊，拍摄你到底是戏啊？哇，说真的，我蛮不知呢。当大家靠个是靠欢喜。哪那讲？我看到就伤心的呢。啊，总是都已经认识啊，天黑嘛，已经演出来啊，总是要靠自己的艺术的啊，对不？哎，是不是后面有没有被救，或是说突然其实他没有死，怎么很难讲？还是 face off？ face off 没败哦，对。我还在艺术系，我当 end 了。你让我了解一下。对啊，你讲私下好朋友，人家不那么雄心。可是他真的是姐妹到很贴心，姐妹到关键时刻也是会有一点那个。当然啦，危及到生命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说真的，你们是一个很新鲜的组合这个女儿就以前也不是在演8点档的。对啊，她很骄傲说，我以前也是演偶像剧的。是，所以她刚刚说没有6000，她不要进来，其实也是一口气。
一口，哪一口？一口大口的怨气。阿仁大明星，今天刚因为有你们来蓬荜生辉，然后今天是连续第二档，上一档的那个来宾也还在等他哎、欸。哦，真的，赖东贤他还说啊，大雅姐要来哦、喔，他准备那么过瘾了。我说他现在的身份不太一樣。有，我刚刚其实进来之前我非常的疲劳，然后他说哎姐你来，然后我就打他胸膛大概六下，整个精神饱满。其实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他不只是打，他有捏了一下。对，所以自从就是生活上有这些不一样的方式过，然后就需要一点调剂。还不错，还蛮好的。而且因为演了《京西好媳妇》，我跟我妈感情变得非常好。我本人的妈妈，钟妈妈，因为有话聊啦。所以妈妈其实都是在看那个台剧的。对，然后她都一直希望我剧透。哎，台剧真的很重要。我真的跟你讲，你到八点的时候，然后全台湾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你们的朋友。嗯，但是都拿狂拿屌，我们不在想中。对，不屌个北素汐，真的，一直常年被骂，就是累积到這段時間一樣。其实这样换个角度来 说，会不会我们也是在造孽啊？没有，那一点口业得造口业啊？没有没有，你是在疗愈别人，你好重要哦。那些怨气如果没有在这个网络上把一吐为快的话，带到社会上危险。好，那就尽量真的快吧。听过到现在为止最喜欢的赞美当然是什么？说负面的。负面的喜欢的赞美，就是骂最惨啊！就是你觉得骂的怎样，骂到你也觉得蛮爽的。骂到我，对啊，每一句其实都还蛮爽的。你知道，因为平常现实生活中也很少可能这样被骂嘛。真的，那你说骂到，怎么会你做的人是很成功？我告诉你哦，我跟你讲，我被骂过一个最经典、最刺激的，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讲哦。有尺度的问题吗？有脏字吗？是没有脏字，可是其实它还蛮真的蛮伤的，两个字，破哦，真的哦，那个戏里面不止一个这样被骂啊，真的吗？你应该组成一个破什么俱乐部啊？开玩笑，上礼拜有一个人来，他朋友他戏里面跟他抢那个也被骂，你记得破去耶。袋子对，布袋。哎，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哦，你们有两个俱乐部可以组哎，小三的俱乐部跟婆婆俱乐部，这是两个俱乐部。那你个人不好意思，怎样立功？我是大老婆，我不是小三，所以我应该要组成的是复仇者联盟。少在那边了啦。我是正宫，我还没有离婚，还没有签字之前我都是正宫。大老婆的反击啊！那你到底会不会离婚啊？真，我死嘛不愿意的，变想啊，变想啊。不可能，目前为止是这样。真的吗？只能剧透到这了，其他我不好说。天哪，大家整个加入台剧中的气势都不太一样。有吗？我是跟我妈学的。真的吗？妈妈应该也会这样。自从妈妈掉入海中之后，我就必须要撑起她那个霸气。你现在分不清楚你说的是哪一个妈？我说你。以后我说家里的妈妈，我都会说秀清。秀清，张秀清是你妈哦？她姓黄。天哪，那秀清姐现在有在线上吗？现在应该没有。如果那个秀清姐有上线，再跟我们讲一下，看她对女儿有什么想法。她比较不会用手机，妈妈会担心，妈妈会担心你演这个戏，然后演到就是一直被骂，会替你难过吗？还是妈妈其实很爽？我妈有默默的在，比如说有些新闻的下面，她会去跟。就劝就骂写一些劝世文吗？就是他跟一些比如说骂我到人身攻击，就跟他们有点来往，互动就对了，对，有点互动。妈妈互动的方式是温和的，还是走也是有个性派的？稍微有点个性，希望大家不要见谅。妈妈好酷哦，真的。所以妈妈就是有个捍卫女儿，就是一定要争取到、那個、真的，我爱你妈妈哎，我也觉得。我妈都会跟我说：“你妈给你编剧讲解，莫给你写个这派。”哎、欸，不会啦，我觉得演戏演到就是让人家就是已经深入到人家的心里头了，真的很成功哎，你们两个人啊，谢谢啦。而且人家帮你用什么最美反派母女档这个头衔，你有喜欢吗？其实挺好的，爽的爽的嘞。其实对。欸、你今天穿太隆重了啦！真的呀，对呀、啊，他说要绷中彩呀、啊，绷中彩不就这样子吗？我不能是，要不然等我去换呐、啊。买，你染毛个照，等我给他染照了了，你染照，你金卡打出去，然后网络上咻的染毛，我想买动一条。今天呐，然后这次演这个戏到目前为止，就让你最揪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回到演戏这件事情。揪心哦，揪心哦，拎不完。你有什么揪心？没有，我现在在想，他每天都揪心，他最近好爱哭啊，他最近哭到我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我已经哭到我的美睫师都跟我抗议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你的眼睛真的是肿到我很难帮你接睫毛。我就想说，现在大牙怎么了？就从一个就是一直相当对气势凌人，到现在就是负面能量太强，一直哭。
不会吧？我觉得你是一个还蛮会自我那个。但是戏里面就是一个负面能量很强的人啊。但你们两个的私下那个脸书互动都很好笑啊。你不要偷偷在那边看好不好？我没有偷偷，大家都在看。你今天来之前，他们还帮我们复习一次哎。对啊，所以说你们两个都哎，就大家有一些自己的心情，也是借由观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要抒发。对、okay. 对，好了，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某种哎，我们今天整个也是没有什么流程哎，有什么揪心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蛮揪心的啊。怎么说？因为其实。是我就是明明是一个好人，硬要我叫我演的那心机那么重，所以其实我很揪心。但是我觉得蛮还有就是你看嘛，像我前阵子这样逃亡啊、逃难啊，欸、真的，哎、欸，我要跳海啊，我要抹泥巴、嗯，我要装疯卖傻、欸、变方碗公啊，有没有？其实所以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啊，但我觉得我拼过了，我很开心。嗯、有这次你们就是我们这次那个金家好媳妇啊、嗯，几乎每个角色都深入人心，嗯、大众。就一人可以开出一个那个自己的那个团员，然后就去 PK， 然后每个人其实大家都会各自盘踞在很多个那个团体里面，就表示你们每个人演那些就是虽然与生活当中很难想象这真的发生了怎么办，是啊，对，但是也还好有你们，就让我们大家其实生活里面比较不用有一些烦恼。意思说，反正我们先走过，对对对对，但很劝世，真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哦，那哪会行机动歹机的叫那处理的对吧？啊，你干嘛？大家有话说 是一种可以醒思的时候，算是啊，算是啊，对啊。好了，我们今天还是要搭配一些画面，让大家重温一下那个博格纳兰斯，只要一直讲话也不是个办法。然后你知道，现在看到金家好媳妇的演员都会比较激动，为什么？啊，你们自己那么激动，我们配合你们，我们这样像话吗？不然我们在这个开始知书达理啊。哎，您好，哎，大家小姐您好。是。哎、不过你看过，你觉得最激动的是什么？我看你抹泥巴那一幕，我真的觉得好崇拜你哦。真的吗？真的。你有双手握拳吗？我没有到握拳，我想说，天哪，他好浪费钱哦，还去买冰河泥，那给我敷脸，然后演戏演到这么大牌艺人，但现在水果旁边应该先去买什么化妆品，就整堆挤在那边。刚刚我听到他说那是加味的，他有闻到迪赛的味道。嗯。嗯，哇塞，那我下次如果再拍类似的戏，类似的戏，我一定会联络你，帮我买冰河泥。不是，我心想说，没有，我心想说，女明星嘛，总是有一些事情来说哈，可能会有一些，但我也知道说，在演我们台剧的人，其实都是很直接的，对你们来说，是啊、我们真的啦，五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想用五十分钟去处理。对，如果说在那边都已经在那边拍了，旁边就有泥巴了，你硬要冰河泥，然后可能要等一天一夜，有没有？可能要等个三个小时，然后回台北买，真的，而且你又怎么用外景街棚内，然后在那边就是晒的一个不要不要的，赶快在外面晒的不要不要，在棚内冷到不要不要的。对啊，啊、哦，棚内的、哦、真的，棚内真的好凉哦，好凉、真的，但棚内的冷气不是为了你们，所以要忍耐。我知道，为了灯光，对，灯光，为了机器们。真的真的真的啊！大雅最近哭到大家也很揪心，然后大家也觉得说，这女的好像有一点最近要从良了，在反省，有在反省，是啊，我有在乖乖反省。然后里面最经典一句台词，那很蛮久以前，不是经典的台词，就是我觉得那个对话真的蛮伤你的，就黄少奇跟你说，你不要再碰我了，我要吐了。哦，对，他有说他要吐了，他有说他要，他现在讲很多次，真假？对，真的，你不要再碰我了，我觉得很恶心，还是什么的？对啊，没有，他直接用我都要吐，那有没有吐啊？这样子，我想知道你当下的感觉。我也好想知道哦。我当下就哭啊。而且你有抱他大腿，你有往上再抱一点吗？ 我抱他大腿抱很多次，你可以告诉我感觉怎么样吗？对，我也想知道，有点结实。一点而已哦，有点结实。糟糕，他应该会哭吧？因为我抱都是抱小腿，不到大腿。没有，你真的抱大腿？我抱大腿，我抱大腿。有膝盖上面，膝盖上面。我们今天看到是有，有吗？对，那还比较早期的，但是那时候早期就是太久没抱，太久没抱了。那跟上最近都被摔地上。对啊，你哎，对对对，你最近又被摔耶！你摔的心情怎么样？摔到我常常莫名其妙身上都很多伤 啊真的哎、欸、现在是怎样哎、欸、怎么突然看啊，没有，我们也想知道网络上现在有人想问他们什么，就是很难的、欸啊、我们在那个安大明星以外，然后也在三立台剧的那个粉丝专业很重要哎、欸、这也是每天喂养你们粉丝哎、欸、不用看全画面，我们想要有那个留言的，让他们两个可以跟人家那个聊一下天，好想看哦哎、欸、滑过来啊，不好意思，我们这不是触控萤幕、欸不行啊、喔！你很烦，自己在那边哎、欸，在这边啊，不好意思，我们是不触控屏幕，可以点赞啊。没有啊，彭总裁，你到后呀，我选公鸡的等级，我看好耶，好用啊，几只蛋哟？哦，怎么那么多？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给我们老花眼能看这么小字吗？哎、欸，不好意思，你自己看哦、喔。
他也是看不到哎、欸，好开心哦、喔！我来了，我来了，真的可以看这哎、欸，制作人呐、啊，你不错哎、欸，你挺有意思的哈、喔，你几岁？哎、欸，不好意思哈、喔，王志海对你有点意见哈，王志海吗？哎、欸，你不要以为假装，对，你不要装看得到，你就年轻哦、喔，真的，我视力2.0哎 ，Come on， 我没有戴隐形镜哎，啊，不就好棒棒，很棒吧？那、啊、你回一个啊，你随便看一个回。来啊，你没有啊，现在你要秒读啊，你要秒读。我现在有点卡住了，因为现在你看板装卡住了、啊，卡住来这套，这当作人家不知道。你别管你啊，你会不会考啊？我跟你讲，我看你考的话，我没有准备画面啦、啊，你不用现场哭。我们现在回顾一下、那個什欸，什么画面？我想看。你妈够姐，这么小，谁看得到啦？不是，你不要让你原谅制作人，他现在只是及时希望你们可以得到回应，然后不然你、欸。你有兴趣洗赖？来，要帮你回吗？你们两个，你们两个 tempo 一样哎，好好笑哦。我帮你点进去好不好？哎、欸。你们两个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天然的默契吗？会讲同一句话，然后会拿同一个，就桌上有一堆糖果会拿同一颗。有时候会，但有时候会就是怎样反向？像刚我穿这样，他跟我说：“哦，你请爱跟他请没？”那我你讲爱情啊，那跟他你请爱嘞，跟他没吧呀？嗯哎、欸，嗯哎、欸，我这明就中间一点点而已。嗯，哎、啊，你不知道在这边坐这边，你就会难免有挤出来。所以你没看到我在台湾挺凶吗？你力道挺好哦，好，挺好，挺好的。你看扣子都快崩开了，你看看。哎呦，两个人在这边一直在那边整理服装，好啊！哎、欸，我们现在看一段那个大，天哪、啊，我们还直接看人家的肚子，真怎么好意思？真的很害羞。哎、欸，他们两个没有理我、欸，哎，不要再试。今天有人发现我又变黑了啦。啊，你不是一直就没有白过吗？对啊，因为一直在外景啊，怎么可能白？又没关系，而且你那么爱晒太阳，你有在怕的吗？大家赶快。这位小姐在还没来这里之前的那个其中某一段生活，就每天那边潜水，潜到她说我经纪人跟我说你再去晒黑，不是？她说我再去晒太阳。不好意思，这个是她私人脸书的事情，我怎么可以说出来？她说我在晒黑的话，她就要辞职了。好，我们要先来看大雅这段画面。大雅加入了那个台剧8点以后，其实整个人真的是大展开。哦，真的很真的跟你以前偶像剧不一样。我相信那个。就很多人一定给你很多的意见，包括你自己的妈妈、一定有，不然你们两个感情不会这么好。而且他练家子哎，下面消息做不出来。我以为你要泼他哎，我还想说哇，好八点档的剧情哦、喔。这样对主持人，那我也只是反映事实。这样，我讲消息，那是一种关怀。我等下刚刚下讲的是，大家拢讲那天消息，阿姆个大拢在看消息，都欢喜的。啊，这小看吗？没啦，小小伊其实欢喜。我小小爱你的小小看。没，你无小小爱你足认真呢，只是你来电笑而已。你嘛是辛苦了。还好啦。我今天等下大家快进场，我那先看你怎么考，好不好？好。大牙哭很简单吗？很简单吗？我说演，啪啦就这样啪，而且这种哭法跟偶像剧差很多。其实不简单，但其实不简单，我觉得对他来讲很简单，真的、哦，我觉得啦。好啊，妈妈也先陪他看一下，然后回头再来看，我来看一下是哪一段好了，再来那个评价一下大雅的那个爱哭演技。对。B 对 DNA 结果已经确定，那具女尸体就是你妈妈方婉菲。不可能，警察先生，一定是任务不对，我妈不死，伊不可能就安尼死啊！伊妈，我妈不死，我妈不死。先生，先警察先生，多谢你，请问，阮什么时阵会当来领代替替办手术？等法医检验了，开出死亡证明就会使了。你好，白哥。我妈不可能就安尼死啊！不可能，那具尸体已经浸干，烂糊糊啊，什么拢分不清楚，哪有可能是我妈？不是，不是，不是。医生，你莫激动，我要接受妈妈已经离开的事实，爸会陪你做伙面对，好不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严重，警察先生，我拜托你，你给我重新验一摆 DNA 好不好？我拜托你啦，我妈遐尼要见我，伊遐尼爱我，伊哪有可能给我等来不爱管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周小姐，这样结果已经确定了，我嘛会当理解阿秀的心情，请你保重。不可能，我妈不是，我妈不是，明哥，我拜托你，你跟阿公，我妈不是好不好？是，你妈妈给了你一个亲人，你要负责，你办好事。
你一定要坚强，送你妈妈走完最后一天。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信，我妈不信。立新，立新，小川，给给留意。好突然，你在哭哦？啊？你怎么眼睛水水的？我只要看哭戏，我都会。我看别人哭，我也会这样。你有看别人也会忍不住。怎么了？怎么那一幕戏？但这个不是我觉得最揪心的。没有啦，我们就是放一段你有哭的而已。你刚不在问揪心，我想到啦。你说啊，我们要听啊。就我妈在逃难，然后我不是送钱去给她，然后她在公园，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一定会救你。然后我妈就这样摸着我，然后很轻很轻很温柔跟我说，你现在还会想到要救妈妈？我女儿长大了。我现在想我都还想哭，我听你讲我都快哭了。我也是，我听你讲都快要，不然你们现场来一段好了啦。来一段什么啦？就这样照演一次啊。不要，那大家都看过了。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我们 live 麦克变化，你好姐。要不然你哭出来了，麦克变化，我就刚讲，我就很难过啊。没有，我们就演技大考验呐。我们难得live 你们愿意这样演一下给我们看，我们也会很开心。演完之后再回来，就大家比较那个有趣的话。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挖泥巴。不用啊，不要，那个太辛苦了。直接去厕所，我想要那一幕。其实想到那一幕话，刚刚跟那个彭仲彩在聊天的时候，真的觉得真的很辛苦哎。而且演这样戏就是就地取材，然后你也叠在那一段，就在那一段那里的图是什么就什么了，就没办法。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戏，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真的去找那种什么冰河。而且如果说你再重来一次，其实那天我这样抹完，因为他们去挖过来给我的时候，我已经闻到满满的猪屎味了。可是问题是要想怎么办呢？还是得抹啊。是。那如果你这边等，或是说你抹不 OK， 咔再来一次整理好再重来一次，那不是浪费大家时间？真的真的。不如就一次 OK， 所以我一次抹从头到尾这样整个抹下来，一喊咔，现场全部尖叫。所以人家都讲说，那个演台剧的演员就跟这边的人就好像家人一样。哦，我以为说，还有然后演台剧用笑笑。没有没有，他就说你们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真的都非常的体贴。彼此，然后也当然可能也会有人借机要报仇，也是有可能。借机报仇，比如说他被那个少奇哥捏到手，没有。你知道少奇哥力气超大的哎，他今天又帮总裁买通，他今天又伤害我，他伤害你什么？他用手表撞我的手，谁？他那名贵的手表，真的吗？因为我今天又求他事情，然后他就这样把我甩开，然后我手就撞了一下。现在那个。你是一个小剧透的概念吗？这是今天晚上的戏吗？可能明天晚上。哦，说出来，说好不可以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剧透？快点，你安慰他一下，他哭太惨了啦。没有啦，我只是把他吸掉，因为我今天晚上他本来还有要崩溃的。他本来就很爱哭，而且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长了一脸苦瓜脸，他每次看到我都很想哭。而且他每次遇到我，他就说：“妈妈，我觉得我跟你对戏，我就好有 feel， 我就都可以哭得出来，我好想哭。”应心演的就是。越演越开心嘛，因为之前一开始只是蛮灾难的。对啊，我看你就我们哦，跟大雅就是有那私人脸书，就是你知道拍戏还是有些情绪要处理，那时候就说哎呦哦你还好吗？然后每天看到他就会想说啊，明天看到他要跟他说什么吗？啊，不要说是最好的回忆，就是看到很多。很有现在看到，然后现在就知道了。我比较有基本，然后每次去，然后我就要提早到，然后书画完就赶快去跟他请教台语，因为我会听，但我很少讲，所以我的逻辑会。国语转台语，对，会直翻啦。现在有时候还会啦，因为有点转不过来。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生活的那种戏剧嘛，你们就是真的很贴近生活啊，连讲话都是。但是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懂啊，听得懂。对啊，不然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台语不好啊。大家演技进步很多，你好，我刚才闪过来就看到那个啊。那我叫他去写的。他写什么？方总裁超敬业啊！哦，他要写什么？方总裁超敬业的。谢谢，马俊，交给你啊。马俊，给我，我今天可以伺候你们的，还想听哪一行？我帮你念。这里是什么？其实戏里的演员都很会演。谢谢。那还想看哪一行？暂时没有跳过去，但是这个呢？八点档什么都有可能。这倒是真的。真的，你有遇过什么事？你原来没有想象中的，然后怎么会发生在演戏？真的叫你去做，然后你就讲这样，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想要问你一下。像这种啊，他不用问他那个，他很多，他可以讲很多。你先讲你的，我说妈妈的那种啊，你说我自己遇到的，对啊，你说什么都有可能，然后突然间这个真的是，怎么可能？你在现实生活中，我现在 YouTube 上面有4000人，应该这么讲，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可能会对？去求一个男人，然后求到这程度，求到被他甩在地上，跟他讲说我
不要碰我，我觉得很恶心，那是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对啊，真的，然后我根本就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要把你甩在沙发上这样。哎，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你会怎样？妈塞的那好厉害！绝对就是这样啊，绝对就是哇，正派反派送他。他演坏人，他想对他正派反派，他真的有事。他已经在练习啦。对啊，所以你有去问高宇贞他有没有空吗？都借你拍一下。好，好想，好想试试看哦。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哎、欸，你有演过甩人家巴掌吗？有啊。我是故意问的嘛。他甩翻啦，他甩翻了。欸、甩巴掌的时候是什么心情？爽啊。他的心情应该是怕手痛。其实一开始你知道吗？甩巴掌我都会还蛮忐忑的，因为你很怕不小心打到对方。对啊，而且其实女生有时候难免会有点指甲，对，尖尖的，所以我是尽量不留长指甲，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点指甲，怕刮到。不过一般我都是真打了，嗯。而且他都这样哦，就是对戏对对，然后他就说，等下这边我会真打，就结束了。真痛。对啊，你要试试看。不要，我没有要演戏，不要来一段，我给你一段台词。你演燕君呢？哎、欸，你刚刚长得蛮像燕君哦。来，燕君来嘛，你就当燕君嘛。来排戏啦，排戏。导演说话咯。然后等一下，我觉得好恐怖。你喜欢装扮那对台有硬心。哎，其实我不安装，你误会啊。你不安装，你个陈子，你爱偷来暗器，是嘛？你什么意思？我也不是偷暗器，本来就是有。你已经是结，你已经结婚的人啊呢？你是来当做这款代志？你讲啊。我无什么。哎、欸，你躲好快哦！真的，我跟你讲，上礼拜高宇贞来，我有训练过，所以我知道你要闪、欸。你那个真的有掌风哎、欸，有啊，真的，这我是算轻的喽。我知道，我有感受到，其实你刚刚又在拉啦。哎、欸，对。其实不会啦，真打其实是告诉他，就是哎、欸，真打才会有那个 feel 啦。对，但也是真心会吓到，真心也会吓到。我刚、就是，但是其实这是最真实的反应，你一定当下第一件事是吓到，然后可能会痛，或者是刚好恐怖，他刚刚是来真的耶。不是，我尽量就是不让。什么东西啦？哦，刚被带到是不是？来，我给你讲。你这该别再来外边，咱两个手牵手的后，你爸爸来找帮东西。一般东西。总裁，你是需要新的朋友诶。哎，不要紧，不要紧，你永远都是我的朋友。但是大家马拢知影，永远都是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不，起码跟他用。彭总裁，三G都要是不是？好来，彭总裁，咱手牵手，安尼感觉不是真好。无啊，是你看我，无看你哦。所以你买单握紧你的手，咱能成为新的好朋友。我跟你讲，永泉是好朋友的。你看啦，五郎哥、金涵哥，下次去客串一下金家啦。不用啦，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气块没啦。哎、欸，真的有人看你戏长大，这个应该抓去那个吧？哦，他超棒的，这句可以。前面那个，哎、欸、啊，你有人讲这个啊？有啊，郑重音超正的。还有这个啊，其实他本人很啊，本来就是啊，李小姐啊，还有这个、啊，每天看到很生气耶、欸，对啊，不会啦，真的这件事情，你每天应该也看得自己很疗愈吧？哦，我是看另外一条线看得很疗愈，对啊，你想说就还有很其他看那个、啊、那个邱怡线看得很疗愈、哦，真的、哦，那你觉得邱怡就是有哪段故事，就是你觉得也可以搬到那个子琳跟那个他的不太一样啦，怎样啦？他的不太一样啊！我们什么都能做啊！你说什么意思？搬到子琳，就是大概那种状态里面，你可以加入那种元素啦。他的线不一样，而且他个性比较不快乐一点。哦，其实而且他没有什么太多资源，我家这么有钱，怎么比？是不是？对啊，哎、欸。你昨天还前天不是有讲吗？方婉菲是金银之神。对啊，她有上亿的那个财产哎。她刚才讲说那个方婉菲整个都上升哎，是不是？哎、欸，金银之神哎、欸，真的，你这样子，你在那个台剧啊，真的也是努力了很久，然后尝一个角色这样突然中了以后，
那你会这样子，就是真真假假那种状况会怎么样去让自己？还好吗？不会啊，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是经营之神，我试一下算数就会算得比较好。对啊，所以餐厅结账的时候，你自己都是交给会计师就对了，也是没有在那个地方特别怎么样。是啊。母女的那个私下都在做些什么？其实你们两个的互动在那个一些那个粉丝专页上是蛮可爱的，走一些什么时尚合照啊，吃牛排啊。啊，真的、哦？妈妈会妈妈请客还是女儿？当然是妈妈请客，这怎么可能我出钱？怎么了吗？怎么了吗？他讲好理所当然、哦。但你也好像听起来蛮开心的 啊，我也可以感受到你对他。而且因为妈妈知道我无肉不欢，对他真的无肉不欢，因为我太爱吃肉了。他刚还有捏来东咸啊，他连真的肉，对真真假假肉我都要，素肉也可以，对都可以他。他就是要肉，对、嗯，就是要肉。妈妈有哦，对，哎、欸，王少奇也是蛮健壮的，对，所以搭到他也。哦，他最近。最近我的新欢的肉是小川，刚才有人说你被小川什么又抬又绑啊，怎么样？感觉对啊，就感觉很突然。其实啊，其实蛮开心的啊。所以你在里头被蛮多人抱过的，有吗？对啊，你看像查理也抱过你啊，小川也抱过你。突然间讨厌秋怡，就你们两个来，不用，我不用去客串，真的不用，不用写这个字给我看，不需要这个东西。有人问我说我到底真的死了还是活了？我刚不是有问你。讲真的，我也不知道啊。对啊，你的误杀方就是现在最好的。准时看就对了。不然我们问一下应心啊，他是真的死还是假的？应心哭那么惨，应该是真的吧。对，应心认知中是真的。对啊，对。不然昨天晚上他怎么会穿那个就是削肩的衣服去？一方面作秀啦，一方面作秀。对啊，哎，这真的是。自己妈妈的丧礼，然后你给我穿成这样，拜托，我还邀请媒体来，还跟媒体讲说你们要引恶扬善。我妈妈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哇塞！对啊，我还是要稍微这样，虽然人死为大，但我还是要做一点秀。当然，你们那个在演这种反派角色的时候啊，我觉得郑中应该比较没有那种，就比较不会这样了。他现在习以为常了。啊，你不是我公司有网友的反应啊，六盖一样要调试身体不？调试调试心情。你干嘛有一种困扰鬼吗？没啊，他还蛮能调试啊，就是只是偶尔就是眼神死，有没有？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跟大家聊起来啊。我知道了，因为你家有秀清去帮你处理事情。也没有，我有时候、哦、他也常常会自己跳出来，看我突然很认真，对，看我很认真在打字的时候，就是有在跟大家聊天。你都在聊的内容是比较正经一点的，比方说就是不要人身攻击。哦，对，或者不要来我家来骂我，你可以在别人家骂我没关系，但你不要在我家骂我，这是我家。对对对对对，真的，啊，你也不会把它删除啦？我不会删除啊，我干嘛要删除？真的也不需要删除啊，但我会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真的，你也是，因为我是某一种程度的认真魔人，我遇到认真魔人的时候，就有两个魔人够杠起来。真的，心里也会有点小小，有时候就有点好像。会过不去吗？有时候，但我觉得我最近好多了。那个中医有跟你说什么？确定你好多了吗？我看你看，我最近有好一点了。妈妈说话了，因为最近也比较不会有人来我家骂我，因为都会去别的地方骂，对不对？你去别的地方骂我看不到。这样好了，你们两个互相给对方的粉丝一个空间。你就叫骂你的人去那里骂，对呀、啊，有没有关系、哦？可以，你还可以帮忙处理，然后你也看他有没有公道。可是，一般来我粉丝页都是讲好话，很少骂我哎、欸。啊，我去骂他，又没有叫他骂你。但我不想弄脏我的板啊。哎、欸，你怎么这样？搞不好我这边还会塞爆。哎、欸，你就互相让对方有一个出口，然后要骂郑中英的，就要骂彭中才来去。哎、欸，我真的还蛮感动。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他竟然讲说，我难得喜欢上一个反派。对。还说这个反派就是落难的时候还萌萌的哦，有就除了火箭队以外最受欢迎的反派就你们啦，武川跟小次郎，不好意思有点冷。找老公说可能哎，是这个太深了。本中彩在戏里面是不在的，所谓的复活都、哦、他好认真哦，他很认真，他写剧评哎，你遇到认真的粉丝会怎么样？就跟他我很开心，我会谢谢他，啊、谢谢他用什么方式？文字啊，就谢谢你，然后给他一个赞，我是亲回哎，一般我会给他一个爱心，给他们看一下啦，那下面那四个字，安安史上最高哦，谢谢，真的吗？对对对，我们就一直在创新高，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就创下一个很特殊的记录，所以你们尽可能在这里要有一些回馈大家，不然你们两个一起唱首歌吧。唱一首歌，对啊，不然怎么办？不然现在你们在吵架、喔，好荒谬、喔！我表演，好荒谬、喔欸！我表演一下，我用我自己的水壶喝水给大家看。不要再打巴掌了，
真的吗？欸、导播说打巴掌啊！我跟你讲那个，哎、欸，你这次真的要抓好，你这次抓不好，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第二次了，好不好？你是经营之神。嘿呀、啊，不是在怕好心的人。无啦，你是好心哟。不是，我讲我把当年那个最配电话拿我好心，你也想出来。没啦没啦，我跟你讲，我的手，经营之神的手，专门就是打帅哥的。唱歌是最好的表演。你看你早间一直在看，我们在看啥会？我在看大家写的、啊。哦，这个八点跟加持了，每次跟你听了，觉得整个这样噔。有，没有？他刚刚那个真的是，就是有惊吓，但是没有痛。因为我没有真的打、啊。我知道啊，就是一个小玩。还是你觉得？不要碰动态，是可子立堂安呢？哎、欸，您打都没有拍到，您都没有拍到，我们后哥来上班啊。难做这包，不是这种意思。这是要看，声音也要听一下。你好啊，你走，你爱不是真的啦 ，OK 啦，我 OK 啦，声音也收一下，好来。手走开啦！我先眼睛处理。哎，我嘛是算史上第一次呢。系啊，不紧啊，啊，所以人生总是有第一次嘛。妈，你讲好不好？我干嘛生气会这样代？阿公想真吼，大家无想要等啊啦。无，我嘛无想要放看。不紧啊。啊，咱镜头要拉开，唔通讲替个主持人，啊，你告你等你个公没有拍到钟英杰的手，想要。哎，啊，收一下音哦。好。啊，那有对话，有几挂台词。哦，对话呀。我那跟他笑嘞，刚刚要求好多。不紧，会得笑笑。你喜欢不了。我问你，你喜欢不给他生气配？因为我看你高嘴啊，高嘴不是应该用蒙的吗？高嘴嘛，但用捏，还是不用捏？我感觉你用啊做叫袂听得。所以有打到吗？有拍到了哈？有有，哎、欸，你好专业哦、喔，其实不会痛啦，但有声音，有声音哎、欸嗯，而且有啪的一声，你会先吓一跳。我有吓到，我有吓到，可是戏里面就不能这样吓到，吓到就 NG 了，对不对？不对，其实有些戏就是要吓到，那个反应是最自然的。可是我刚刚吓到，就是我的胃，就是那个，就是反应的那个动线不对。因为你们就是很专业，吓到动线不对吗？那就是要再一次，不要再演了，不要再演了。其实我已经被你打三次了，你不要这样。我们初见面才几分钟，没有啊。其实我一直有见到你耶，我知道，但是他们而且我一直在关注你耶，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所以没关系，所以我们让他知道一下。没关系，我真的跟你女儿是好。老师，我跟大牙是好朋友，真心的好朋友。就见了，见了，见了，我该笑，就靠这一条哎，真正就靠这巴掌，真的是收音了。啊！你这浮夸，你这浮夸哎！但是我们是也是啊，消息的刚刚朗者哎。你知道我专业？哎，你现在红红的好漂亮啊！对啊，很像害羞。哇、wow, ，shiny shiny！ 你刚对我来，现在讲定米潘，跟我们用蜜叫我去跟他们一起去抓蜜蜂，然后被叮了满脸，有什么两样 ？OK 的，要不然你在八点档啊，等下我叫你进来、啊。不要啊！就觉得刚刚就说你要进来，他说换大牙。换大牙打，换大牙打，不是啦，不是。我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意思啊。对啊，换大牙打。他后面的潜台词，放在现在潜台词是换大牙打。我们两个的交情，更应该要试一下。真心的。更应该要换边。上帝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应该把你的左脸让他也让出来给他打，这样你才会觉得平衡了。你看，另外一边换大牙打，有没有？可是我觉得打巴掌这件事情啊，妈妈真的很专业。没有没有，没关系，她是专业组。你不用这么赞美我，我们现在就是满足我们的网友就对了。来，我会收音哦，静静，周小姐。你这有天线，秀清姐啊，打个电话给你女儿哦。上节目不要那么认真，就是人家说的就看看就好，不用真的演出来。安安，我手好酸哦，我先量一下这个位置。等一下，我先感受一下你的手的温度。这温度可以吗？我觉得有点冷，有点冷是来。热了热了，为什么要做这一集？我热了，为什么今天要有这一集？而且制作人说我们下次还要再来，我们没有空，我们很忙。我们两个的交情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在这里做这个演出。我真的很爱你，我了解，你知道吗？我感觉你爱你，你现在怎么还不会忘？是你吗？你现在怎么还不会忘？我跟你讲，你先小看，你现在我没还过你，你现在你给我拔下。哎呦啊！你有上了、啊，
好开心哦，好疗愈哦，还蛮疗愈。我个人觉得被你们两个就是史上最美母女档这样打起来，其实也是蛮有。还是你要试试？不要再试了。不是，我说试试看你打他、啊。不可以。还是你要试试看抹猪屎？不要不要不要！讲到母猪死那件事情，我真心替他覺得。要不然你跟着我去跳海，反正他有 license 没关系，他会保护你、欸。我跟你讲，你讲母猪死那个，我有点就是知道那个概念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啊，我们楼上不是有花店吗？嗯。然后就跟花店那个大哥说：“欸、我家那个有一盆花。欸”哎，怎么讲花店？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家的盆花好像快要坏掉、啊。他真的是救花之神，他就拿一堆那个说、嗯、施肥吗？对，他说：“既然那个里面这里面也有肥料啊，也有土啊，你就回去把它那个单位那个。”我跟你讲好臭、哦，然后我隔天就要问他说里面到底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些排泄物啊，猪屎、鸟粪什么。哎，那花就活起来了耶！好厉害哦！所以你都变漂亮了。他那时候很可怜啊，这边过敏了一个礼拜。哎，我跟你讲，一个美女脸上敷猪屎胶原蛋白这种事情也真的是很少。对，也蛮天然的啊。但我比较关心是你真的涂到。你有塞？你有吃到吗？难免，所以我当下一直在漱口，而且在漱口同时，可能难免会有一点吞下去。所以有没有觉得我没关系啊？明天见也是一样的东西啊。主持就好了，反正你吃下去，然后明天见也是一样的。哎，但是我那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呢，啊，好可怜。我觉得，哎，你真的很会哎。啊，会什么？就撩人家，都故意长得这样恐怖的不要不要的。哎呦，是说真的啦。我没有把那个画面。要让大家重温一下。来看一下，我真的就是真的来啊，有啊，谁？哎，那真的很大坨。但我一定要讲那个施肥绝对施得很好。怎么说？施好施满，真的绝对。为什么？你说。因为我看那个稻穗长得非常漂亮，绝对是很营养的。对对对。我们也相信你的皮肤一定会越来越倍儿亮。我希望有，就是都不会受到这些那个细菌，就是时间的摧残。还有一些妆品，我们真的还好 ，OK 的。哎，真的，你们这样好像分配时间都还可以哈。还行。这我必须说，我真的演过台八以来怎样最轻松的一档。对，虽然你看我们操的时候也是累哦，可是我们真的都有休息到。有哎，就是我会每天看到哎，这个人过两天就休息，然后再就换另外那一组人就出来，就是这样蛮好的。哎，重温一下那一天的那个，让大家看一下啦。对啊，魔石开。如果有机会开双花，李小聪啊，看，装备有博士被修理好的啦，你今麦袂当拯救地球的。警察先生，拍谁啦？伊哦，是阮的病患，伊精神分裂，逐天吼拢动作开始蜘蛛女哦，被召出来拯救地球啦。那是谁？哎呦！你是火星派来的哈？紧走！爸爸，我得用我的蜘蛛连环炮对付你！呀，救救救救救救救！我不管有病啊无病，我拢爱调查清楚。麻烦你改变管理的头手条，防看清楚。较紧的，若无阮家己来。我连鼻孔、耳朵里头都有，我总共洗了四次澡，然后三次头。真的，真的很辛苦。而且当下你知道那个吗？真的有敷冰河泥的感觉哦，那个脸啊已经有冰到这样子，有没有？因为太阳也很大，对，太阳很大，一直干掉，有没有？他们说，干掉要再补哦。然后你知道这工作人很可爱，因为就一坨
那个猪屎的泥巴在这，它也会干，我脸上也会干。他们就加水，他们说哦，旁边还有沾到，把旁边一直冲进去，你知道吗？所以连旁边的脏东西冲在里面，石头啊、草就这样抹。哎，对啊，你抹上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些那种小碎石吧？天哪，你这样……哦，其实你隐约会感觉到这里有东西在蠕动哦。认真的，认真啊。是啊，只是他有没有跑进去哪里，我也不知道。说真的，好恐怖，但你可以隐约感觉有东西在蠕动。不会啦，辛苦你耶，你那段拍了多长啊？认真问，就是，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我们在看画面，之前剪一小段而已，那过程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对话，后面还有医生跑出来嘛，那时候你就整脸都泥巴，对，然后你还会白白的，所以有干掉。然后刚刚那个本龙彩工，大家可以吸收，你知道就感觉可以看不啊？对啊，一定要抹啊，不然不联系啊。因为你可能另外一个镜头再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已经干了，就不像了。多长？颜色会不一样。刚好全部剪进去吗？应该也没有。应该也没有，因为我们从早上出门去拍，拍到收工的时候已经下午四五点啊，就天黑前收嘛，就这一场戏啊，整天一整天是。你几点敷上去？大概反正一定是中午放饭前就敷了。拍。哦，我吃猪，你不要问我吃什么，我吃猪屎就饱了。而且我很懂得分享哦，我连那个警察我都分享给他。你看我蜘蛛连环炮，啾啾啾，我一直看着他们。你自己家的？哎，对，我自己家的。你真的好恐怖啊！真的，你把你的道具服弄脏了，你这样对吗？然后对服装小倩呢，就说啊，怎么办？棚内联系没有这些泥巴哎。然后这两位呢，这两位同学很可爱，他们就在讨论区啊，还有板上就讲说，哈，搞得我们满身猪屎味。我就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哦，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你很辛苦，真的很认真这样子，就真的大家都辛苦的，都累了。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就是敬业，然后大家喜欢看到你们就是很真实，然后又自己在那边加东加西的。这一场戏大家都是心疼你的，有真的都是赞赏有加的，很少有女艺人愿意愿意涂泥巴，谢谢啦，真的，而且就是自在的演出，你也没有做作，真的啊，就看到他的自在啊，然后他磨起来的时候，就是他就在演，他是那个时候想要伪装，然后真的不要被发现那种，对啊，很辛苦。如果你是抹一边太假了吧，你一定要整个磨起来。真的，你又没有当过兵啊，也都知道说其实有伪装的时候要磨土。然后那些当兵那些至少还烧什么甘草的，没有，直接抹猪屎。好恐怖！哎，如果叫你抹，你会怎样？我也是抹啦，宁死不屈。他只是这么说，可是等五十三的时候，他去摆脱大牙超敬业，那么嘴巴在那边讲而已。你们不要这样子，必须不要看这一段。没事没事，大牙许个愿好了，就觉得有什么戏是一种挑战。什么戏是一种挑战？还是你最怕什么？对，上次已经有啦，我最怕蟑螂啊。结果有一次就是我在办公室，然后子琳看到蟑螂吓一跳，然后我说我来，然后我就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去打他。我打完我真的是尖叫，可是是真的蟑螂吗？是真的，他们是拿真的啊！我真的是叫哎，我叫到所有摄影师都笑了，因为我一直打，就有一种娘炮的声音出现。但不能真的打，所以我要借位置，但是我离他很近，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很恐怖。就一个这么害怕的东西就在旁边而已。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再讲。他是真的魔哎，他好恐怖哦，他好厉害哦。就妈妈吃泥巴，女儿吃雨刷水。我上次有一场戏也是淋大雨，然后燕君都不开门，然后那个雨在太大，然后那个雨刷就降降降，然后你就在那个车子旁边说燕君你开门，我叫你开门，就一直在吃雨刷水，燕君。就是贵啊，就一直这样。可是说真的，像我们海边，就是我跳海，我在海底就载浮载沉。后来就是那段看到你们两个的好感情啊，这段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有去逛你们的板就知道了。嗯，大雅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在就是水世界是一个很轻松可以来去的女孩。是，然后你听到郑中医要拍那段戏啊，就主动去，因为我就想说她一定会不好意思，拜不好意思麻烦我。嗯，那我就想说，那你知道她那么厉害吗？在他没有自己去之前，有听说我没有跟他去过水上运动，但是就是我知道他是有 license， 而且他是可以救人的那一种程度的 license。是啊，他好像有那个证照。嗯，对对对对，他就为了考上证照，差点跟经纪人翻脸。真假？真的啊，一直晒黑，一直晒黑啊，晒得跟炭一样啊。然后那阵人家说，经纪人就说啊，你这样是要怎么接戏？我就是要晒黑，他每天在那个脸书上那边傲娇。哇塞，你这么傲娇啊？有啊，那一阵他真的超傲娇，因为我。啊，他在私人的啦，私人的，对不对？公开场还是会说严格讲出来，又没关系，没关系啊，我都过去了。因为他也是蛮那个的，因为后面大家安慰他说我不要，
对，不要，我偏不要。对，连我也去写，哎，你这样晒太黑，不会，为什么要防晒？就是要晒黑，然后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你们那种精神都反映在那个演戏的这个上头。其实那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还好有他。因为其实跳海真的还蛮恐怖的，因为一个 team 出去，其实大家都各忙各的，所以说真的其实工作人员大家已经很保护我了，可是说真的能够完完全全 hold 住我的话，其实没那么容易。而且他又主动来跟我讲，其实他开拍前一天就已经是一直在提醒我了。哎，你有教了什么，请他一定要小心？没有，就说你洗澡的时候你要先练习你的鼻子，不要去憋气，不要去吸水。不要吸水，对，练习你用嘴巴吐气，然后鼻子当作它就是鼻塞，不存在这样，不要使用它，不要使用它，或者是就放一盆水，然后你把脸塞进去，因为它不会游泳，然后也不会，一定也不会换气啊，又怕水，就是有溺过水经验的人，通常对水都很恐惧，那他又要演那样子的戏，所以就其实很难，辛苦真的。但是他提醒我，他到了晚上之后，他又传了讯息给我。他就说：“那明天还如果我在，你会比较安心的话，我还是去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哦，好窝心哦。你们就是拍戏变成了那个好朋友，难怪你餐厅开还要叫他去那边。那以后他可以去吃免钱吗？我那天已经吃过了。我是说一吃过免钱的，尝尝。那当然必须，那当然是没问题，只是有点远，他会比较辛苦啦，因为无肉不欢。我们餐厅没有肉的，没关系，我可以带秀清去吃啊。秀清啊，真的真的，秀清 OK。哎，那秀清跟那个戏里的彭中才有认识了吗？你应该见他们认识一下。没有，没有认识。那秀清有骂过彭中才吗？没有，但秀清一直在骂印心。真的哦，他就说印心好执着。他是跟你说呀，骂个你讲。印心是啦，有什么代志？不是，他就说啊，印心呢，遐戆啊，拢想袂开，我哪遐有钱哦、喔，我才不爱找遐、那個，遐啥，遐生金的。真的，哎，回家就是跟妈妈有了新的话题，所以拍这个戏就是大家感情越来越好，感情变好了。就是、真的，你意外的收获。当偶像明星的时候，没有想象过。我跟你讲，我以前拍的偶像剧，我妈一集都没看过，我爸也不看的。我说真的，因为他们那个时间，他们也不会转到那个台数去，他们通常就是停在29而已。对。不会再往下转，所以你这样讲台语的哦。我们家是啊，我爸妈都是台湾人啊。难怪你这么会讲哎，然后但是讲起来也是蛮多。因为我妈都是用台语骂我，所以我小时候听到，所以都先学听的。最会的就是骂人的台语，差不多。哦，真的，真的，你这白骨啊，你那这讲白骨，这讲白听啊，很讲白听啦。然后什么，就反正都差不多妈妈的那种念的。两位有打算演到就是最后一集让大家都一直这么嗨吗？还是中间要出现什么转变？开玩笑，我们就是一定要嗨到底啊！真的、啊，那你是活的还是死的？这最近会告诉人家的吗？讲真的，我也不晓得。是啊，就真心话不晓得，真心话。就反正你就照今天出来就叫你进去演、然后反正旁边有李瑞生就是这样演就对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但反正现在有你就有他，基本上哎、好像没有哎、对、但要看到你就一定要有他。欸、基本上是啦，是啦，基本上是，因为我是他幻想出来的、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被抓去关了、啊。对啊，所以他去关还是会幻想啊。有啊，所以你真的还蛮忙的哎，就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那你会不会救？最后还救了他、啊？不好说，不好说。嗯，哎、好棒哦！我们还希望演员互相逼迫对方，剧透他们自己的剧情、啊。会不会我到最后也帮你去逼迫燕君？逼迫燕君怎么样？以身相许吗？嗯，好啊。所以你们现在就许愿就对了啦。好啦，辛苦你们嘞，有你们的陪伴的金家好媳妇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开心。然后今天就这样哈啦哈啦哈啦，我们就一个小时就过了、啊，对啊，时间到了。对啊，还有什么要跟他们讲？哎，你们两个还没有唱歌，这是他们有刚刚有留言。好了，你来唱一下，一起啦，一起。对啊，一起要唱什么？要唱什么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我哪会知道你们要唱什么歌？我们两个还没一起唱过歌哎，所以现在先唱一首嘛，拜托。因为他住很远。快点啊！要给我们一些 special， 刚开始闲聊，巴掌都给你们甩了，你好歹也唱首歌吧，你们两个。我就不知道你们会唱什么歌，点出来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了，我们这个节目都点这一首啊。为什么啊？啊，就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来就叫我们点歌，我们就点这一首。不行不行，很久没有唱，我今天不想要听这首歌。因为外面在下雨，因为我今天要出外景，拜托别不要再听见下雨的声音。所以等一下，你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要去外景，对，要去外景，你也要去，而且还去海边。没有没有没有，我哪那么拍棉啊？那都是你，哎，还不就是因为你？好啦，不然唱一首有太阳的歌啊。有太阳的，有太阳的歌。哎，有什么歌有太阳？制作人，你怎么插手就想着怎样呢？阳光宅男。哦，哎，不要理他。我不知道这边坐的是两位女生吗？对啊，大雅就最好就会唱这首歌，她明天就出唱片了。对啊，你就唱你们自己的歌就好了。哦，不要闹了，不是你要帮忙唱啊。
哦，我要帮忙唱。对啊，我唱一首台语。对啊，你上次不是有去小巨蛋表演？你都有登上小巨蛋。对啊，你有去小巨蛋唱歌哎。对啊，还在那边。那你在小巨蛋唱哪一首？那就唱那首就好了。我在小巨蛋。对啊，说啦，快点。我在小巨蛋。傻瓜，傻瓜是不是？傻瓜与野丫头。那就唱这一首啊，又没有关系。我忘记怎么唱了。有歌词吗？不会，大雅会唱吗？我不会啊，因为唱我们的片尾曲啦。什么？我们的片尾曲啊。那片尾曲是哪一首？对啊，我没有认真。我觉得我们片尾曲还蛮有梗的。可是因为几乎每好不几个月就会换一次啊。哦，真的？对啊，每隔一段时间片尾跟片尾。我觉得我前阵子唱不得意什么东西啊？啊，希亚啦。哦，希亚要唱希亚哦啊，双人枕头应该比较会唱吧？双人枕头你会唱吗？应该会，他家里一定有人会唱。那是我陪秀清练的一首歌，你看吧，我就说秀清以前家里有卡拉 OK， 然后我都会陪秀清一起练歌。秀清喜欢唱这首歌，他很喜欢唱。那你就演秀清啊，秀清好不好？你演秀清姐。秀清弄阿拉贼呀，秀清用金钗贼。快，今天本节目独家为大家献上《金家好媳妇》母女大合唱，这是主持人用两个挨巴掌换来的家常表演。拜托，真的很会凹，正中音巴掌给我甩三遍，我好歹要凹他唱三句吧。然后大雅冷不防来给我趴两下，然后说没唱两句，我来欣赏一下。好啦，进来相当精彩。好啦，进来啦，奥林匹亚队。首先哦，但那不，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子，这样没有 feel。我们就三二一开始，这么尴尬，就是要这么尴尬，一定要啊！拜托你们两个来，一起啦。喝个水。好，那我喝个水好了，大家都来喝水啊。有这么多时间可能不是我跟大雅真熟到我就是你讲你这莫名其妙一句话会戳到我很想笑的点。好啦好啦，你就是讲你熟啦。哦，我们你不要吃醋啦，吃醋啦，你就把你们两个一起唱一首《雪中红》好了。你再讲，我再打你巴掌。不要这样子。好，我们要准备唱歌喽。这是今天那个我们那个最美反派母女档送给大家这首歌了。准备了，好，三二一，开始。想人尽头那无你也会孤单，明花那高那无你也会畏寒。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羁绊。哎，这个 echo 蛮好听的。哎，我们跟那个家很强哎。阿苏利伯，什么歌可以唱出来吗？要不我们再唱第二首。他在拖外景的时间。哎，外景几点啊？外景差不多了。问一下，差不多天黑，我们在等天黑。等天黑，等雨停，拜托雨停，雨停啊，雨停。有人叫你唱舞女哎。舞女。哦，那是啊，不是我讲的。舞女咩？好听呢，好听呢！你看大家开始，因为我们有点小秒差，所以那个现在才开始看到那个歌的那个。你看好贴心，还把歌词给我们。有啊，他们就是爱听你们唱歌啊，真的很感人。更多。就跟你说，不是出空音，你是嘞？哎，他好配哦，好喜欢你哦，真的新朋友。你知道吗？我常常看照片，忍不住都想把我放大。哎，有一个，真的很可爱。他刚刚说去那个伯利挖伯川，他说秀清唱的。秀清有来留言吗？不是，是刚有一个叫佩佩的，他就写说唱那个伯利挖伯川，他说应该是那个张秀。哦，那个秀清大姐，他以为那个秀清啊，他们家的秀清姓黄，那个秀清，而且秀清是一样的秀清，真的就一模一样样的秀清。秀清，好了，欢乐时间总是真的很开心的，跟你们那个小小剧透一下，接下来你们两个会有什么比较一个大的路线的概念？什么改邪归正啊，死而复活啊，或是什么继续穿越时空啊，还是说继续就是扒着什么不要放手啊，这样子为了真爱坚持啊什么？还是都不好说，好，还不好说。那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个地方。很想说，但我又不好说太多。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准备去出外景了。对啊，只是不要再问我说穿越时空的密码是什么了。真的不知道。没关系啦，哎，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讲你们来嘉应，然后其实希望你们来的声音很大，但是你们真的太忙了，所以就会突然间也请你们来加演，辛苦了。不会，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们是，对对对，希望下次来的时候是有音乐的。有卡啦，好不好？哦，好，不要清唱，可以现场乐队吗？哦，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乐器请起来讲。
没关系，我要求不多，就一个 keyboard 老师就好了。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你这个要求，他可能就你连跟他要求一杯那对面的咖啡，他可能都要去筹钱。他很拮据，但是他很愿意。他每天都跟我说：“哎、欸，江哥，我们金家好媳妇，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然后这个母女档邀请啊，怎样怎样。”不是，这哪有这哪有这么难？这难啊！我们两个那天在走廊遇到你，这怎么会难？雨珍姐她有那个啊，她有代言那个麦克风，那个麦克风有 app 就可以下载歌曲哦。林家矮郎都不会利用资源的，呵呵，对吧？啊啊下次就请那个短发雨珍姐来今天唱歌给大家听啊！你当家头猫啊，对不对？爱过来一个，对不对？你哪个来？那倒戏耶，来讲，干秋秋怡啊，这回来。我以为你刚刚讲脏话，害我抖了一下。我想你怎么讲那么大声？我一下都湿了。就是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个地方，很开心，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希望今天金家好媳妇，我们的最美丽的反派母女。谢谢大家喜欢我们金家。哎、欸，对啊，谢谢大家啦，真的，谢谢大家，啊、真的。安大明星，希望金家好媳妇有更多人一起来跟我们同乐。大家记得去下载 Vido 哦，好不好？好啊。对啊，下载 Vido，、嗯、每天就可以线上看。一定要。谢谢郑中英，谢谢大家，谢谢，好开心哦、喔，下次见喽。陪你们聊到最彻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流行的气息。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大明星，你要的无限量。